身探虎穴，生死不足惜。门上哪位在？做什么的？烦老通禀，申大夫差我前来下书。侯主，是是是是是，齐元帅申包去派人前来下书。申包去。传，是。随我进来。是是是是是是。小老儿与元帅叩头。你是下书人？正是。申大夫有书信呈上。呈上来。是。果然是包叙贤弟有书信前来，待我撤开衣冠。只是他与申大夫交好，
见了书信便可退兵，谁知他一意的孤行，伍子胥呀伍子胥，若不是楚山楚水一时水迷，将你养大你焉有今日。你不要仰仗吴国的凶狠，只怕你要遭厄运，你呀要遭报应，岂有此理？有请贵人。老丈回来了。回来了。诗信可曾投上？投上了。那吴云讲些什么？是他言道，若要退兵，除非是海水枯干，铁石开化。好，走。手执银鞭高声骂，不忠不孝枉那为人。别日曾记得当年长亭相会之时，是他言道他能灭却楚国，俺就能复兴楚邦。事到如今，我楚国的江山社稷就勃勃断送。他走，有了。像那秦国与我楚邦有亲家之意，我不免取之秦国，借得兵来恢复江山社稷。我就是这个主意啊，老张，我要告辞了。贵人，你往哪里去呀？我要不分昼夜赶至秦国，借得兵来恢复江山社稷。若是借不来秦兵，你待我的大恩大德，待等来生来世也要报答于杨宇。贵人，国家风雨正飘摇，问臣那一丝青红到我辞别桥，要见本帅有何见教？将军率兵到此，敢我随长拿平王失官不成？哎，联军平王气势于中，不想举世空关。哎，将军呐，那平王自知罪孽深重之空，死后被人包坟掘墓，故而造下了这许多的遗种。但不知那则坟墓今在何处？就在这了不台。Thank you.
借湖水，借看夜中把冤人断水老张。Thank you.
人分散，心悲痛，不知大王死活身。吴云便是遭民怨，北里长亭发誓言，阿愧人。老丈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可曾打探大一王的下落？大王已平安逃出龙潭虎穴了。哦，待我谢天谢压地。当谢天地。大王虽然逃走，可战乱未必能消。那伍子胥为报他父兄之仇，掘开了平王的坟墓，将这尸首足足打了三百余鞭。这还不算呐，他还动用吴国的兵将，所到之处杀人放火，奸淫掠抢。吴云呐，子虚，这就是你大大的不是了。将你父兄之仇一报也就是了，你不该涂炭终身，残害一百姓啊！只恨当初放你走啊！哦，听贵人之言，敢莫与那吴云相识吗？啊，当年那伍子胥被逼无奈逃离吴国之时，我们曾在长亭相会，结为兄弟。啊，愧上我也。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。啊，老张，我有意收拾一方，劝其退兵，你看如何？你若休书，我情愿前去下书。哦，老张有此胆量，有此胆量。好，好，好，如此借问方一用啊，待我与你去来，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。待我先我去。
就烦老张将诗信下于那乌云营中。我去下诗，顺从就走，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。多谢老张，臣那是国破家亡，看好他，要想直守顽狂澜。深叹胡雪生死不足惜，门上哪位在？做什么的？烦老通禀申大夫差我前来下诗。侯主，是是是是是，齐元帅申包去派人前来下诗。申包去。传是，随我进来。是是是是是是。小老儿与元帅叩头。你是下诗人？正是，申大夫有诗信呈上。呈上来。是。果然是包叙贤弟有诗信前来，待我撤开衣冠。传我，我与兵马。
既然冤仇已报，就该劝说王退兵的才是。为了楚国的百姓，还是退兵为好啊！劝他及早弃暗投明，日若不然，自身难保。若叫我退兵报，怎么样啊？Yeah.
去，大功成就，我楚国的百姓得以太平，朕那是家贫出孝子，国乱贤忠臣。Thank you.
镇运烟雨西流红，孤王独占西秦地，囊括山河谈笑而容。闻得楚将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，借来吴国人马讨伐楚国，想我秦楚两国乃亲家之谊，叫孤甚是担忧。今当早朝，内侍奴婢在，斩放龙门。遵旨，大王有旨，斩放龙门呐！楚国大夫申包胥求见呐！候着，启奏大王，楚国大夫申包胥求见。申包胥，正是，宣他上殿。遵旨，大王有旨，申包胥上殿。我
我不免甘至秦庭一半，哭诉一番。他若是发动人马，还则罢了；他若不发人马，我就是哭死。还我就是这官。今有楚国大夫申包胥前来借兵，是我家大王不肯。真没想到啊，那申大夫竟在宫门外是放声大哭，哭得他饭也不吃，觉也不睡，这都好几天了。我家大王闻得此信，也是深受感动，命咱家前来听他说些什么。正是，要知心腹事，但听口中言。
Yeah.
见大英。哇，哎，慢着点，慢着点，慢着点，随我来，慢着点，好样的。传孤之意，整顿人马，即刻发兵。